好，我们接着镜头转到国外，带您关心的是日前海地发生了 7.2 规模强震，造成了当地无数伤亡，数以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有不少国家积极来组织捐赠前往来救援。而在这当下呢，纽约佛光人慷慨解囊，募集了大量的物资还有善款，希望用佛光温情照亮海地。一件一件打包装箱，干部们仔细清点，就怕遗漏哪一样。日前海地发生规模 7.2 级强震，造成多人伤亡，引发全球关注，不少国家都发起捐赠救援，佛光人也不例外。干粮罐头、医疗用品等等应有尽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号召当地佛光人一同响应，历经两周募集50箱物资。纽约道场监院有望法师以及纽约协会会长王如英带领义工们搬运上车，带往当地救援物资收集处，连同募得善款全数捐出，发挥佛光精神，把爱送到海地，祈愿所有灾民平安，早日重建生活。人间卫视美国纽约综合报道。